好大块啊！要不要吃？我觉得很厉害。我觉得你们自己怕，要叫人请一个人现场的人来试试看。好硬哦！为什么你握那么自然？好，那今天先来感谢一下场地赞助是在西庄的 Newso 健身工作室。大家好，我是 ST， 我们这边主要是有教一对一的私人重训，还有团体课程，包含教街舞也教打拳，在西庄四月路116号。好，那地址跟那个链接我都会放在资讯栏，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大家，今天我第一集女生健身饮食系列就请到女明星安心雅。特别有荣幸，而且后台很多人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好，那我就先来讲女明星平常的饮食是要怎么样才能有这种好身材。我现在问安心雅，平常都怎么吃的？我自己是就是不吃淀粉，就是我对自己还是蛮好的，就是不吃淀粉，但我什么都吃，只要不吃淀粉我就吃，然后戒糖。戒糖。就是不喝饮料，就是都喝水或无糖咖啡。是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吗？还是只有精制糖不吃？都不吃，因为我曾经试过吃糙米跟紫米，就是很比较好的淀粉，但是我吃了我就是加上运动，我还是瘦不下来。然后后来我就把淀粉整个都戒掉之后，我就瘦了。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对，有些人是要吃淀粉才会瘦的。如果完全断碳水化合物的话，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比较低。因为能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只有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。然后我讲太多了，然后我们讲太多了。好专业哦！对啊，你好像教练哦。好，那我就不讲那么多了。那安琪亚基本上就是吃一个比较类似生酮饮食的状态，但是他应该不会特别吃比较多的脂肪，因为特别是脂肪。脂肪，你是说油吗？对啊。之前我有试过生酮啊，就是一直吃油嘛，但我怎么吃都没有办法到酮太阳，就放弃了，是多运动。对，这样其实才是最好的，因为你如果是吃生酮饮食，你想要达到生酮状态的话，你会一直去测，那测那个其实不准，因为你如果假如你是用生酮试纸，你去测你的尿有没有酮体，那你的尿有酮体只是代表你血液中有过多的酮体，然后从尿排掉而已，不代表你身体是在运用那些酮体当能量，所以其实是不准。那你只要不吃糖，基本上你就已经是在生酮状态。量体脂吗？哦，你体脂能变18？就是当我量到18的时候，我就再也不量。为什么？因为见好就收啊。好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那你要达到女明星身材，你基本上就是要瘦嘛，因为女明星没有在跟你要练成巨 IFBB Pro 这样，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要控制你的热量，你不能说吃多，然后还是可以很瘦。刚补充一下那个饮食，不吃淀粉跟碳水。我之前会吃生酮，就是不吃淀粉跟碳水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抗老化。哦，不吃淀粉可以抗老？可以啊，可以抗老，就是不吃碳水。对，你看，对，真的。好，现在来讲训练，那安妮亚平常都会做什么运动呢？平常就是做跑步，还有间歇跑步，然后跟一些循环的那种，比较是有氧的。阿巴达 HIIT。他刚刚讲的训练就是很类似我今天要讲的，就是你不能刺激你的肌肥大。因为没有女生想要练太粗嘛，因为我们纤细，我们台湾还是比较线条而已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讲三个动作就可以练完全身，达到这个好的身材。那基本上这不是必要练，但是你是也可以做他刚刚说的那些有氧跟高强度间歇，那些其实也会练到肌肉，然后又不会刺激过多肌肥大。但如果那么多的课表，你不知道跑哪一个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我今天要讲的。那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就先从腿跟臀还有核心开始。第一个动作就是深蹲跳，深蹲跳基本上就是这样，然后跳起来。那你在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屁股吃力嘛。然后你起来的时候，因为你是这样跳起来的状态，你跳起来的时候屁股又会更吃力。那这样训练的话，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臀腿。那核心为什么会吃到呢？因为你要稳定你的身体。对，要做几下呢？我会推荐你做三组，每组做到力竭。来，我们直接练一组。好，来哦，你会跳吗？我先看你跳一下。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可以歪八一点。这
不要做这种。那这种就是腿要打开。哦，不是，对对，腿要打开。这种就是姿势错。我觉得蹲不下去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练手跟肩膀，那基本上是一起练的。因为正常人不会想要手特别在那边举个二头骨，然后那三头在那边压，压完在肩膀可以太麻烦了。我们就一个动作直接把它练了。好，那这个动作是用到哑铃的，我们就挑一个适当的重量。好，那我就拿最右边。十公斤，哇塞，哇，你那个多少？10公斤，就加20哦。啊，你应该拿5吧？哎、欸，你要点少，没有，因为你的手比较小的。不行。好，那我站右边，因为站右边离镜头比较近，我看起来比较紧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先举到这里。然后再转上来。你举得很厉害，二点五吧，太重了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就不用像练腿一样，想要做到力竭，因为你不想要太肌肥大，所以这动作我们就做30下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做10下，不是30下，没有，10下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做一组。哎，我先看你的动作。我是这样。好，这样拍一下。哦，好啊，好，那我们来做50下吧。好，我们做好力竭，看看今天来测试一下你俩的力气。50下，50下很好。好，来哦，对，起。16。16下来了，就要放弃了吧？好，我战败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动作呢，也是用哑铃的，那是浮力挺身加哑铃硬举。那选用这个动作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懒得分开练，所以我们胸背一起练，因为是哑铃硬举的关系，你背练不到以外，你的屁股又可以练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起来。哦，我先来示范一组。好，镜头要动一下，跟着我动。好，那浮力挺身加哑铃硬举呢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浮力挺身，然后怎样？呼屁股又直接大一寸，胸部又可以练到，因为你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胸部比较不好看，就是下垂之类的。那我们直接来继续来比，做到力竭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不会赢的，这比较简单。顺便讲一下，很多女生因为做不起来普通的俯卧撑，那你就不用特别去强迫自己要做普通的，你们可以做跪着就好，因为你只是想要刺激一下肌肉，让它比较不会下垂而已。跟你可能减肥比较不会流失掉胸部的肌肉，因为毕竟肌肉长在胸部，虽然它是肌肉，但是你不去用力，它是还是有弹性的，就跟他刚刚摸的一样，所以它其实还是算有量，所以你不会想要流失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比一下，哎，你先做一次试看看，我看你会不会有没有不好。好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那你那个背要卡，就以下的重量是这样子。好。然后你要把力气放在这里，然后这样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觉得这里在浮力，按起来之后可以夹一下。有浮力的感觉。好，这算平手。好，那我们做完刚刚比较算是肌力训练之后，就可以做像安心亚比较常做的有氧训练。就是主要是来操作一样。那我们安心亚要出新专辑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跳安心亚的舞。那跳舞的好处呢，就是其实跟跑步那些一样，就是来操作一样。对，那跳舞就是比较好玩一点。这首歌叫《来追我男友吧》。来追我男友吧。好，现在学。首先呢，就是要来敢来追我男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点挑衅的感觉，就是敢来追我男友。哎、欸，就是下，好，下踢，下踢左脚，对，下踢右脚，是怎么教？敢、哦、来追我男友吧，踢左踢右，踢左再左再左再左，
这样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没有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就是这样讲的。来到这边，对啊，要举手的部分吗？因为举手我都是听音乐，有一个举手的，好，这样举就举，好，这样举就举起来的，叫我举，来来来，右右吧，右左左，抬手，接胸部，举好了，好，就到这边举手，好，这样可以哈，来来来，下踢，右左左举。哎，这样都写完了，好了，还是再往下，好啊，再往下一走，再跳起来，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忘记什么，是什么？一个木，耸肩，耸肩，这边斜方的，然后换脚，走下去，最后一个有了的，你这个是这样，哦哦，这样，对，嗯，你要嗯。好，看没怎么样，嗯嗯，偏一点，嗯嗯，对，对，怎样？好，不协调，你要嗯，哦，凶的踢踢，然后就是肩膀往前，好，这是本来摆起，哎，我很用力，有吗？我感觉我好好卡哦，哎，那你手握伸直哎。会比较大一点。好，那好，这边。大家觉得我们用踢左、右、左、左、举、前胸部，三、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牌。好吧。有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再跳十遍，我还是会落牌。不会，你爬聘之人，你一定可以。那这样，下次我们来尬爬聘啊。好啊，哎，你们考虑吗？我在学，不怕，不怕，好怕，不，哎，真的会啊！哎，我不怕，我怎么不怕？你要有自信一点，不，那今天的饮食跟训练部分都讲完了，对，那那你觉得我的那个训练部分是怎么样的？我觉得算难度蛮高的。那你回家会去做吗？会啊，你教我的我会做。全部吗？没有，第一个而已啊。第一个对，就是你那一次合作那个音乐，因为我也想要变大。那你会，你回去会跳舞吗？会啊，我把这段学起来，我摆在我之后的 vlog 我直接跳出来。真的假的？然后再自录一波，再自录一波。耶、yeah, ，打勾勾喽。好，那你觉得我今天跳舞跳的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其实这个舞看似简单，但是它那个有时候逻辑那个舞步会乱掉。我刚发现你还蛮顺的。对，你有就是你跟你会爬病的人并很有潜力啊，有舞蹈细胞啊。对，我觉得有。自己讲。而且你有跳出一种可爱的风格。对。下一次可以找我。爱得起这一首歌的后面的吗？可以吗？因为爱得起就是我这一次的高难度有氧舞蹈。好，那有氧。好，那先这样就好了。那你觉得我是以男友的态度吗？真的很害羞。转态硬。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选择男友的标准是什么？标准哦，其实就是聊得来，然后相处得很愉快自在，嗯，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就是相处得蛮愉快，因为我是第一天跟他见面。现在当他假男友，请他教你演戏。好，那来请他一下教我一下演戏，你可以教我演戏吗？我怎么哪一段？我怎么可能会教演戏？演过很多戏啊。我演过很多戏啊，我不一定会教戏啊。那我要怎么接？有梦最美，麻烦你有梦就去追。你懂什么？追梦的过程是很辛苦的。懂什么？追梦的过程是很辛苦的。好，好。
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安心雅来我的频道，本频道目前最大牌的，就是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一组。真的好荣幸哦。再来另一个女生是我妈。对，那记得安心雅的专辑出来的时候，你们要去听，然后记得帮她点个赞。新专辑名称叫做《爱的起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这样。谢谢。大家记得按赞，拜拜。按赞。